Okay guys, I'm back in QQ Speed Mobile. There is a new small update. They added the two new maps in. So we're gonna play the two new maps. I think it's two. Hold up. I forgot. They are gonna add another story, isn't it? Just like last time. Okay. Guess it's story time. I forgot about that.走神生气了吧，要赶紧找到他，给他郑重的道个歉才行。这么大的空间站，只好四处找找看了。这里怎么和刚刚上来看到的太空站感觉不太一样？历史时空矫正中，时空旅途已确认。时空旅途到底发生了什么？ Damn, they got music. Okay, it's my first time playing this map. 做好对接准备，启动最后一轮安全巡查。 What? I think that was a shortcut on this. I don't know.Yeah, we got Sita's ability though. Oh, it's so short cut. I don't know. It just got extra spikes now. 我这是在进行时间穿梭，我必须回到原来的时间。只要完成拥有飞天梦之人的梦想和愿望，就能完成时间旅程。完成他们的梦想和愿望，他们那悠长的梦，才是这座空间站穿梭时间的动力。Whoa, what? Why do I feel like I'm playing Genshin? What? I'm supposed to press that? Wait. Okay, what's going on, man? What? This is where? The space station seems to have stopped this time.最近相思是明月，唉，想必那里有着另一个世界吧。我需要实现他的梦想，才能继续时间旅行吗？你是月亮赏来的仙女吗？去月亮的方法，你是谁啊？为什么想要去月亮上？我叫秦月，娘亲离世前告诉我，月亮代表着思念，在那里有团圆。她还留给了我一幅画，可惜前些年天灾被我慌乱中弄坏了。你很想念你娘？我想娘亲可能也去了月亮上吧。
我来帮你修好那幅画吧。真的可以吗？Oh, I have to solve the this again. Okay. Damn, they put a lot of story in this. There. 这是嫦娥奔月。你居然真的修好了，太好了。谢谢你，仙女姐姐。都说了，我不是仙女啦。你一定是上天派来告诉我，到月亮上可以和娘亲团聚的仙女。不然，你怎么这么轻易拼起来这幅画？有一天，我也一定可以到月亮上，像嫦娥一样到月宫见到娘亲。仙女姐姐也会在那里吧？月亮上等着你的。这是他的愿望完成了吗？仙女姐姐，你要回到月亮上了。总有一天，我也会找到去月亮上的方法的，一定会的。原来那么久远的时间里，我们就拥有了对于星空和月亮的憧憬。可是，只有这样的梦想是不够的吧？航天的梦想要实现，还隔着无数的尝试和努力。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的呢？空间站能量已补充，动力启动，向着新坐标，近现代，前进。Moving again. I missed it. 1964, I missed it. 1970. So traveling through time. Why is the guy's fight like that? Okay. 这几个人好像是发射场的工作人员。It's like they're not Kiki Speed characters already. 老钱，那些东西他们都检查上百遍了，身体就别再到发射场去了。距离发射的时间越来越近，我不放心。你呀，就是倔得要死。场地、材料、燃料的比重，这些东西你和我确认个百遍、千遍都不为过。可是没有多少失败的机会，在这花的每一分钱，可都是从人民的饭碗里省下来的。道理我比你明白，可是今天的风沙大，你的肺病哪扛得住这个呀？死不了。咳嗽的都走不动道了，还逞强？你这个高材生要是出了点什么事情，我可怎么交代呢？前段时间都为你争取了回省城治疗的机会，你还是死活不答应去。当年我留学的时候，看见其他国家的火箭升空，我就一直在想，直到有一天，我也一定要让我们的民族屹立在太空中。现在就差一步了。放松的时候，万一出了差错，这几年的心血就毁于一旦了。和我们千百年来的飞天梦相比，我的身体又算什么呢？就是你这病。
我要不扶着你，看你站不站得住。哎，小丫头，你来的正好，旁边营房里面有些水，你去端来点，别让这头倔驴把肺再咳出来。你等等，我这就去。这碗水好浑浊，看起来不像是能喝的样子，还是再去别的营房看看吧。是金库山洞，暖壶完全是空的，看来还要去别的地方看看。怎么也是浑浊的水？这么大的营地，难道连杯水都找不到吗？喂，小丫头，我记得房间里就有一杯，你怎么这么慢？我找不到干净的水。找不到？你手里的这不就是？赶快拿过来吧。这水这么脏，不能喝。脏什么？我们天天都喝这个。来，老秦，就这把药喝下去就好了。人家小姑娘凶什么？我还不是着急，怕你一口气过不来。就这些水，还是战士们打了一个月的井才打出来的。这样的条件，你们真的能坚持下来吗？建设祖国，哪那么多条件？心里装着星空，喝些沙子算得了什么？原来他们吃了这么多苦。好了，我们还要去检查发射场。再不过去，太阳下山了。真拗不过你。等等我，我和你们一起去。What's going on？ 等等，怎么会这样？测量器出了问题，为什么数据和我们演算的不一样？看来，果然没有什么一帆风顺的事情。这样，我们明明都算了这么多遍了。地质是土质的原因导致的误差，发射架产生了倾角，这些误差应该可以忽略不计吧？这些误差完全可能导致卫星发射出去偏离轨道。这里没有储备的药物了吗？这茫茫
的大戈壁上，哪有那么多环境储备药物？离这最近的医院又要一天的路程来回，要是不能快点，不知道老钱挺不挺得住。你能行吗？把地址告诉我，只要半天的时间，我就能把药带回来。This is the second man. 放心吧，我一定会把药带回来的。诊所就在戈壁滩的东面，这戈壁滩危机四伏，你可要多小心。Get this thing. Looking at the mini-map. Okay. Shortcut. Launch the rocket. Okay.
1984, 2008, 2007, 2008, 2010, 2011, 2012, 2013, 16, 17, 19, 20, 21, back to present, I think. 无论看多少遍，这里都让人着迷。空间站似乎正在对接，我可要亲眼见证这个伟大的时刻。真是壮观的景象。All right, second try. 实验舱已做好对接准备，启动最后一轮安全巡查。 I have to remember that. 真希望那些曾经为今天付出过的先辈们都能看见这一幕啊。 空间站的对接真是激动人心，我们一步步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是啊，我们在这茫茫的星空有了第一个家园。我们的探索才刚刚开始，我们千年来的梦想也将延续下去。未来，我们会探索得更远，在强大的祖国的支持下，奔向浩瀚的宇宙深处。 Oh, the song just stops. Okay. Alright, this story is shorter than the Mira flashback. But wow, from that I can say Citrus is just going back to the past. I need to translate all that. But yeah, this story is a bit shorter than the Mira one, and at least I don't have to play the same map so many times. Okay, that's interesting. So yeah, we got to play two new maps in this story, yeah? I'm sure there's a bonus somewhere up here. That one will be another video, okay? This can be in one video. I'm pretty sure this can be in one video. It's not even half an hour. Okay. So guys, yeah. Thank you guys for watching this video. See you guys next time for the bonus.